32岁嘅十休港姐麦明诗，同性敬畏屋企关系极好，月前仲同老公、爸爸同埋老爷一齐拍广告。最近佢又为老公由细到大同父母同住嘅田径村500尺单位进行策划同埋大翻新。性敬畏日前分享咗佢呢个旧居原有嘅样貌，同埋翻新后嘅全新面貌。见原本嘅大厅放有一个深色大组合柜，房入面嘅墙身油漆已经剥落，天花板更有发毛嘅情况。经过麦明诗嘅精心策划，性敬畏嘅旧居终于焕然一新，大厅嘅墙身有咗橙色，增加光猛度同埋明亮度，换咗白色组合柜同埋米白色梳化，仲安装咗一个健身架，简约干净。房入边嘅碌架床换咗浅色木而做嘅上下隔床，网民都大赞麦明诗细心贴心，指性敬畏娶咗个好老婆啊！